石小姐，石小姐，小迪来，快吃饭了，快快快！来来，做那么多大鱼大肉的，我最近在减肥，怎么吃啊？哎呀，不是你跟小念难得回来吗？所以，不是啊，这个。 你这次求婚，这个事情来得太突然了，我跟你妈一点准备都没有。哎，也不算突然呀，我最近跟千初感情特别好，而且升温特别快，他跟我求婚，意料之中的。可是小念的，你们故意的呀？我大晚上回来跟你们报喜，你故意说话堵我心呢？啊，好了好了，我们不说了啊，吃菜吃菜。 小迪，你知道吗？这排骨可是你爸妈一早晨去菜商买的，我炖了老半天，在做的。不吃了。我回来就是告诉你们一下订婚的事情，还有，订婚的时候你们要带石小念参加啊。你订婚还要叫小念参加？我也不想在大喜的时候看见他呀，但现在大家都知道我有个姐姐，她要不参加的话，媒体又该瞎写了。可是小念去了，她。 行了，到时候你们看紧他，让他别乱说话，露个面就赶紧走吧。我走了。哎呀，妈，以前的事情就不说了，现在至少做到一碗水端平吧。喂，静珠。哎，小迪，你说说，我蹲了一下午，他连一口都没尝，真是白蹲了。 医生，怎么样？刚检查过了，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有点脱水，四肢啊有些软组织挫伤，头部也检查了，没什么大碍，休息2天就好了。谢谢啊，医生。哎，医生，这边请。 石小姐，你没事吧？石小姐，想跑，你就想这么一跑了之了？你也太小瞧我公公了吧？这个噩梦怎么还没醒啊？大魔头到底什么时候才消失？ 石小姐，我现在可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就这么对我？救命恩人？我让你找我了吗？我求你了吗？你把我反锁在那个房间，我跑都跑不出来。我知道你是好人坏人，我不跑，那你对我欲行不轨？欲行不轨？麻烦你照照镜子，看看你现在这副模样。我对女人的口味可没这么重。 你如果没什么事了，就收拾收拾，我还有些事情要跟你继续核实。这已经是第二天了，完了，我的审稿会彻底结束了，我这漫画也出版不了了。就是怪你，你为什么非得在昨天那么重要的节骨眼上耽误我呀？非得问我什么公寓的事儿，我这损失你根本都赔偿不起，还有精神损失费。 我回去一起找你算总账，算总账好啊！那我现在就好好给你算一笔账。我请来的专业医疗团队一笔钱的酬劳你先结了吧。酬劳？这么？给你就给你，但是我得分期付款，没有现金，两年24个月没有利息，可以吗？我还没说完呢，正常的价格你是知道的，但昨天是在夜里，double。 我上哪儿给你弄这么多钱呢？
来就没有工作了。那如今你干嘛找我呀？我在山林里待着睡一宿挺好的，是你自己来找的。该说的我都说清楚了，不该说的我也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现在应该回家了。石小姐，其实从打一开始我就没想把你怎么样，只要你如实的告诉我，3月20号那天从凌晨到夜里你去干什么，见了什么人，你随时可以离开。三月二十号那天，我就待在自己家里，待在房间里一天，哪儿也没去。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你不要敷衍我。你看，我不说你怀疑我，我说了你还怀疑我，这些问题你都问过了。我就隔了一天在山林里待一宿，我也照样不知道。要不这样吧，你把你的医护团队找回来吧，你告诉他们我很好，我没事，你看我多健康，还活蹦乱跳的。医生，送客。送客？放我走了？啊，不会这么快就放我出来了吧？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不是做梦就好。哎，他说真让你送我回去了，不会是送到别的地方了吧？不会了，小老板都说了让我送您回家。哦，我自己来。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是集团的穆千初。知道这次因为我的问题拖延了项目的时间，可是我毕竟在穆氏这么多年了，希望您能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辞退你是公司的决定，不是我个人的。你也知道我手下各个部门一个萝卜一个坑，我不留闲人的。我不会当闲人的。正视现实吧，早点把这个月的工资结了，去网上投投简历什么的，比在我这苦苦哀求要强。不是穆总，我说过的话不会再说第二遍。穆总，刘总那边说想跟您约个时间见个面，关于上次并购案的那个事情，还是有需要有些细节要敲定一下。知道了。穆总好。哎，姐。石小姐又来我们穆氏大厦了，最近拍戏不忙吗？姐，小迪是从片场来的，他最近戏份多，忙里偷闲，要不然我们两个都忙起来，很长时间都见不到面了。石小姐是个艺人，艺人的事情我不好评判，但是你不同，你刚接手公司，多少双眼睛盯着呢，你还是要多花心思在工作上。知道了，姐。小迪工作也很努力的，而且他经常跟我说让我多向你请教，说你的工作经验远高于我，穆氏能有今天的地位
跟你的打拼是密不可分的。是吗？看来石小姐对我们穆家的情况很了解嘛。不愧是和千初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。我好多也是听千初说的。穆总，开会的时间到了。我今晚还要加班，你们玩得开心点。那你早点回去，记得吃饭啊。啊，总算出来了。石小姐，我们这次请您来嘛，确实很冒失。这阴差阳错呢，差点把您置于危险的处境。啊，除了错过初审会也有点可惜，其他的倒还好了。还有你们那公欧，那太暴烈了。他哥哥公寓是不是也跟他一个脾气啊？哎，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，石小姐。我们大老板人非常好的，对我们这些属下特别照顾。他们俩兄弟感情很深。大老板出事之后，这小老板就一直走不出来了。你想啊，这早上还好端端出门的一人，到第二天就阴阳两隔了。这件事对小老板打击特别大，再加上他这人吧，平时就有点情绪化，所以才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举动。哦，没关系。就是我始终没弄清楚的是，为什么公欧总觉得我跟他哥哥有什么关系？我完全都不认识他呀。这怎么说呢？我们肯定是掌握了一些证据，但不太方便告诉你。证据？什么证据啊？这个您就别深究了，我们真的是为了您好。其实小老板这个人啊，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偏执，但本心很善良。你看你昨晚跑去山林，他第一时间就去救你，生怕你出什么事儿。是吗？嗯。没关系，的确没什么事儿，大家也是误会一场，我不会太计较的。哥哥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喂，小丸子，石小妮，你去哪儿了你？石小妮，你这个白眼狼，这几天你到底去哪儿了？石小妮，电话不接，家里没人，你知不知道我满世界找你，真的是吓死我了。是我不好，丸子，我错了。那个，我那漫画怎么样了？主编是不是很生气啊？主编大发雷霆，出版的事儿怕是悬了。那怎么办呀？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呀！我那现在只能编一个合适的理由去跟他道歉求情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为了骗他，我连你被坏人带走这种事儿我都扯出来了。老实交代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小念，你这怎么受伤了？我没事，丸子。不过这回被你说中了，我遇到的这个人真跟坏人差不多。坏人？我出门以后上的车，我以为是你给我叫的专车呢，我想都没想就上去了。结果客倒好，给我拉到一个荒郊野外的大别墅去，特别大。石小念，不是我说你什么时候能学聪明点？哎呀，这不是重点。然后呢？然后，被一个叫公欧的人给叫走了。
他就问我问题，我也不知道，他就一直问一直问，根本跟他没法交流。还有他是什么恩义科技副总裁，谁信呢？现在总裁要求也这么低呀、啊、哎，你快帮我想想我那个漫画的事儿啊。哎，你说的是皇宫的宫，欧洲的欧，叫宫欧是吗？应该是吧，你认识他呀？呀，谁不认识宫欧啊？是身高1.83米，体重65公斤，拥有8块腹肌，年仅28岁的国际集团恩义副总裁宫欧吗？你知道的也太详细了吧。哎呀，反正挺高的。哎，小念，其实我觉得吧，你又不想告诉你去哪儿，你可以不说嘛，谁还没有点小秘密啊？真是，我说的是真的。喂，千初啊。小迪啊，我们去日极岛订婚，可以吗？原来你是要带我去日极岛度假，是为了要给我订婚惊喜啊？怎么样，在那儿订婚好不好？可以啊，但是日极岛那么热门，现在办典礼预定恐怕来不及了吧？我跟他们预定部的人谈过了，给他讲了我们的故事，他很感动，已经同意把那天让给我们做订婚典礼用了。这样啊，太好了。怎么了？怎么听起来好像不太高兴啊？没有，我怎么会不开心呢？日极岛是我最喜欢的地方，只是没想到你还记得。怎么会忘呢？我答应过你，要带你看最美的日出。我记得你当时跟我说过。没错，我很高兴，谢谢你啊。我要去试镜了，有什么事情结束之后再聊吧。好，那先这样。那你试镜加油。日极岛，日极岛，都是他最喜欢的地方。这周的各个项目进度大体就是这样，我也按您的指示把各个部门的人手都安排好了，您看您这边还有什么意见，我随时做出调整。不错不错，调停得当啊。这几年确实是历练得不错呀。爸，哎，也是您教导有方。我教导有方。哎，那老爸今天就教教你喝茶。好嘞，慢点。哎，来，坐。爸。有件事情我想听听您的看法，是关于千初订婚的事情。您不是一直都对石笛有些成见吗？而且您一贯看不上娶小明星进门的大富之家，怎么到千初这里就破例了呢？小雪啊，你弟弟打小就体弱多病啊，眼睛又不好，所以我一直就在想啊，只要他能把眼睛复明了，只要能身体好起来，只要他能天天开开心心的过日子，他想娶谁，他愿意干什么，就随他高兴吧。可是我听说这个石笛是个相当有手腕的女孩。你说这个女孩子如果没有手腕的话，她怎么可能让你弟弟娶她呀？女孩子啊，在感情方面花点心思，这是对的。小雪啊，你放心，有爸爸在，他翻不出什么花样来。适当的给点甜头，就让他踏踏实实的照顾你弟。只要能让你弟弟开开心心的啊，那咱们一家人不就都开心了吗？啊！哎，好。哎，
你们刚才看到了吗？石迪现在呀，也开始嘚瑟了。就是，刚刚还吼我。对呀，他以前在片场啊，都不敢大声说话的，现在也敢使唤别人了。你看，哎，这跟富二代订婚的消息一出来，马上翻身了。女艺人呢，就算跟富二代谈了恋爱啊，也未必能结婚；结了婚呢，也未必能长久。哎，这件可以。好。顶多呢，就是给人家冲冲花瓶，当当门面的。外面有人说他们家姐俩不和。真的？真的。他姐不是他妈亲生的，他俩同父异母。哎呦，石迪老欺负人家呢。说的跟真的一样。我看呀，你就是羡慕人家傍上个富二代吧。不过我听说呢，他们是青梅竹马长大的，应该是奔着长久去的。哼，师弟姐，啊，师弟姐，什么时候需要补妆，随时叫我啊。喂，妈，石小念的电话你打通了没有？小念电话一直打不通。啊，小迪，你别着急，要不晚上我再试试。我不管，我晚上我就要见千初了。没时间了，就这点时间，我得见到他。你要不联系他，我就自己联系他了。回家我要看见他。嗯。谁呀？还能是谁？小迪呗。干嘛？奇怪了，这孩子，他说今天一定要见小念一面，真不知道他在琢磨什么呢。嘿，这一关咱俩从小啊太宠他了，他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你说说，他为难我们俩也就算了，小念跟千初这孩子的事，我们已经对不起小念了。如果他再为难小念，我怎么好意思呢？我这当妈的也不能让姐妹俩永远不见面啊，想到这些我这心里就难过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你放心吧，咱们的孩子都是好孩子啊，肯定没别的事。这样吧，一会儿我打电话给小念，没准两个孩子在一起还能好好聊聊呢。啊，喂，爸。小念啊，你在哪儿啊？你妈说她打电话给你找不到你人，她担心的要命。这段时间都没回家，是因为我这边忙呢，有事儿。你妈，她想你呢，你要不现在回来一趟？你妈她刚才有点喘。我妈哮喘病又犯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那我这就回去啊。哦，好，好嘞，好嘞，我跟你妈在家等你了。小念，谁啊？我爸，他说我这么长时间没回家，我妈哮喘又犯了，让我赶紧回家一趟。他说有事儿当面跟我说。小念啊，你要是知道了什么事儿以后，千万要沉得住气，别冲动，有什么事儿回来跟我商量，我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。哎，我爸我妈又不会刁难我，没事儿，能有什么事儿？我回去看一下就知道了。哎，然后我回来以后跟你一起去跟总编道歉。喂，妈。小念啊，妈，饭都做了好了，你什么时候到啊？哦，我在楼下，那我现在上去。好好好，妈等你啊。爸。孩子他妈小念回来了。小念，你回来了，太好了，我给你下饺子去。哎，妈，别忙活了，我听说您哮喘病犯了，我特意回来看看你。啊。那个，我哮喘好多了，只是
妈想见见你。啊，那个今天的馅儿是妈特意为你包的，是你爱吃的韭菜鸡蛋，我先去给你下。妈，别麻烦了，我也不太饿，我看您没事我就放心了，那我回去了。哎呀，你说你这孩子什么麻烦不麻烦的，到家了怎么能不吃饭呢？我就说嘛，只有石小念才是你们那个宝贝女儿，这饭特地给她做的。啊，小念快坐，妈这就给你去下啊，去坐啊。我去厨房添点水啊。爸妈那么疼你，你才是那个知冷知热的女儿啊，不像我，做什么他们都不在意。爸妈对我们是一样的，他们也很在意你。得，不用跟我说，我不在乎。妈没跟你说吧，今天是我叫你回来的。我知道你对千珠还抱有幻想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别做梦了，你没有机会的。我才不相信千初会一直误会下去的。那你想怎么样？你觉得你还能再把千初骗回来吗？蒙骗人的是你吧，小迪，做人要讲良心，你就不怕有朝一日被揭穿？千初最讨厌别人骗她了，你不怕伤害她的感情吗？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，现在千初的女朋友是我，也只有我一个，你算什么呀？你在她心里什么都不是。她们姐妹俩吵架，什么时候听我的劝呢？还是你去合适，至少你说的话她们会听一点啊。哎，你，小迪，我从小到大处处向着你，因为你是我妹妹。可是，在千初这件事上，我绝对不会让步的。我会让他知道，从小到大一直陪在他身边那个人是我，不是你。好啊，你现在去告诉他呀，你去跟他说呀，你跟他说，你看他相不相信你。你不要欺人太甚了。是，你是大明星，我是一个不入流的漫画家，可是我有跟他在一起的回忆。你敢打保票，你记得和他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吗？不记得又怎么样？千初还不是跟我求婚了？求婚？什么求婚啊？就是求我嫁给他呀！我才不信呢！你现在跟我说的话，我半句都不信。你看清楚了，这是千初跪下跟我求婚的时候亲手给我戴上的。你要不相信，你就去网上搜一下呀。难道那么多人陪我一起骗你吗？不可能，千珠还没看我给他的漫画，他不会这么做的。他已经这么做了。你知道我们在哪儿订婚吗？日吉岛，景色很美的。千珠说，是为了要完成我的心愿。日吉岛。那是我跟他约定要一起看日出的地方。好了，你们姐妹俩难得见面，就不要再争吵了，好吗？好好说啊！我告诉你，石小念，我跟千初的订婚，你去也得去，你不去你也得给我去。还有，你对千初不要再有任何想法了，他是我的，他以后也只会是我的。小念啊，小迪就这么任性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
发现，小蝶也是骗我的。千初怎么会跟小蝶订婚呢？肯定都是骗我的。千初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小迪跟你说的吗？见了自己的责编孙杰平，然后回庇护社去见了父母。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吗？我查到了，石小姐提到的穆千初昨天晚上刚刚跟女演员石迪求婚成功，而这个石迪啊，是石小姐同父异母的妹妹。相传石迪是因为一直陪伴在失明时期的穆千初身边，所以两个人日久生情。石迪和穆千初，有意思了。石小念现在在哪？石小姐从庇护社区出来之后，这个情绪一直不大对劲，现在在城西小吃街的日料店里呢。她倒挺悠闲的。怎么样？请问两位想吃点什么？一份烤鸡皮。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女的这么喜欢吃烤鸡皮。烤鸡皮怎么了？烤鸡皮很香啊。我可以的。我们为什么不做对桌？我觉得这边挺好的，挺舒服的。快点吃，到时候回去晚了就要被阿姨发现了，我下次就不能带你出来玩了。我才不想回医院，疼得我都要长毛了。你再不吃，这些都归我了。我吃，我吃。你们姐妹俩的口味还真像。小迪以前也最喜欢吃烤鸡皮了，只不过当她当了演员之后就不太敢吃了。
我们要订婚的事，小迪有跟你说吗？我知道。其实小迪这个人，他也是嘴硬心软，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不饶人，但也还是会默默的难过。我知道你们姐妹间有些不愉快，所以我想在结婚之前把所有能够干扰她的问题都解决掉。你能坦白地告诉我是为什么吗？我们姐妹之间没什么不愉快的，只不过就是姐妹间打打闹闹罢了。好，谢谢。是否能倒转时光，你拒绝牵手的邮件，装着送你的全世界。我们要订婚的事，小弟有跟你说吗？要收就收全部，可誓言太潦草，领悟太仓促。那一段路我们颠倒无数，这一场姻缘孤单不辜负。你们姐妹之间的事我多少听说过吧，你羡慕我跟她之间的感情，尤其是对我抱有好感，这个我也不是不能理解。师弟，对你来说是不是很重要？这些年的事情你也知道，虽然出国治疗这么多年没有见到，但小迪一直是我心里坚持下去的力量，他是无法被任何人取代的。所以如果真的是因为我，那我也只能说抱歉。你是他姐姐，我们也很想得到你的祝福。我没法祝福你，我先出去一下。说好回去好好想想。你倒是挺悠闲啊！哎，不能进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干嘛呢？不能进去。文艺科技的公屋。唉，看来是小弟想多了。放手！你和穆千初是什么关系？要你管。所以就是你接近穆千初不成功，就开始转移目标，勾引公寓了，是吗？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你根本没有勾引公寓。那你勾引穆千初是为了什么？钱？继承权？我都说过了，我根本没有勾引千初，请你不要恶意揣测我好不好？你既然不说，那就是默认了。你不要用你肮脏的思想带入到我的感情里。那你为何接近你的妹妹的男人的不放？你这是什么？是龌龊。你要么就是你这个人有道德瑕疵，要么就是在用感情做等价交换。是不是在你眼里感情都可以用来等价交换啊？请你不要不分事情的真相就来恶意揣测我好不好？还有，不要用你奇怪的三观带入到我和建筑和建筑的感情里。我对你们的感情不感兴趣，我只想知道你接近公寓的目的是想交换什么，我只想知道事情的真相。这根本
不存在的事，我给你什么真相啊？